哎，吃饭啦！快来吃饭了！来了，来了！哎呀，妈呀！今天吃这玩意儿呢？啊，今天咱俩选一选啊，看见的先吃，看不见的后吃，选吧。哎呀，这菜叶都在外露着，儿子你吃，我看吃看得见的。今天这些火鸡面都是我的了，你们一口也别想吃。老爸这是又想独吞火鸡面，还好我留了一手。哎，老爸，你咋有鸡蛋呢？我自个儿煮的呀。啊，那我看我这个。别着急看，嗯，好吃饭留到最后。能有啥好吃的？一会儿就等着吃空盘子吧。饿呀，饿好惹。来，咱先吃个香蕉。哎呦我的妈！啊，真香！哎呀，这火鸡面香香辣辣，可真好吃，真是怎么吃都吃不够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咋老爸，这火鸡面好吃吧？对，好吃。能不好吃吗？就特意买的。哎呀，你指定买的死贵的吧你？哪儿贵呀、啊？家人们，给你们看一下我说这火鸡面啊，像你上外面买这样一袋韩式火鸡面的话，至少六七块钱吧。今天啊，直接三袋、五袋啊，30都不要了，直接7.9就给你们包邮到家啊，合着一袋才1块多呀，超级的划算啊。它这个面条啊是筋道爽滑的，辣中啊带着一丝丝的甜，特别好吃。像平时下班回来不知道吃啥，或者在宿舍不知道吃啥的时候，你就来上这么一袋啊，嘎嘎过瘾啊！东西啊给你放在下方小黄车了啊，喜欢的推荐咱尝一尝，绝对好吃啊！快点吃，让我们吃了，吃饱了，大家吃。看看啥？烧鸡！你吃。吃饭了，来了，妈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真准备好了，真准备好了。吃饭准备啥呀？这咋的？又选选啊？啊，选吧，看得见的，看不见的。哎呀妈呀，你这菜叶子外面露着了，快快快，我是看得见的。计划得逞，今天这些饺子都是我的了。哎呀，妈。咱再吃啊，好吧。嗯，一口一个鸡蛋，真是太过瘾了。妈，来一个。我不吃，你吃吧。啊，行。妈，我饿。饿呀，饿那咱先吃点香蕉吧。来，那好吧。来。哎呦我的妈！这饺子蘸辣椒酱可真好吃。辛苦了，我叫你疼啊！真是太好吃了，香香辣辣的，真是越吃越好吃，根本就停不下来。这也太好吃了啊！哎呦，真的，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。给我开一罐，没了。咋样？这香菇酱好吃吧？嗯，好吃。家人们啊，就是这个香菇辣酱啊，我们家已经吃了很久很久了。它里面是由鲜香菇和鲜辣椒制作而成的，而且还有额外的大蒜进行提香啊。像我们平时啊，就这样拌个饺子呀，拌个面条啊，夹个米饭呀，然后夹个馒头啊，都好吃啊。关键是价格贼划算啊，给你们看看，妈，给它拿来。到手这么一箱10罐才只要19.9啊，而且这次还有大活动啊，没完，来再拿2罐。一共啊是这样的啊，到手12罐啊，才只要19.9啊，真的老划算了。东西啊，给你们放在视频下方小黄车啦。看老公吃的可真香。儿子，你快点吃。啊，好。儿媳妇。我儿子吃饱了，你快吃这个，你吃这个，你看看。
我大烧鸡，你买的家。儿媳妇，你就吃这个吧。哎，别动！哎呀妈呀，这里可能有好吃的。吃这个，我吃。这煎蛋你不吃啊？那我吃，我吃。那说好了啊，我先吃这个，你等我吃完再吃。行行。这煎蛋和火鸡面一看就好吃，啊，真香！哎呀，嗯，嗯，有我在，你别想偷看。来和面，看他吃的可真香啊，我都饿了。嗯，你吃我，我他妈火鸡面还我，还我！说好了你吃窝窝的，这人可真不讲道理。这面看着可真有食欲，不对，万一里面是一堆骨头呢？先吃火鸡面，大不了一会儿再换过来。我吃这个，嗯，啊，真香！哇，这人怎么能这样呢？嗯，这火鸡面配煎蛋真是一绝。你是不是要半包料啊？你这碗米饭一包才好吃，要不整点？给给给！火鸡面越辣，吃着才越过瘾。对，哎呦我的妈！哇，你放这么多啊？这玩意越辣越过瘾，你懂啥呀？嗯，啊，真香！哎呀，你确定不吃这瓜啦？不吃啊！我有火鸡面，谁还吃你那破瓜？嗯，我这瓜里面能是啥呢？哎呀妈呀！你吃吧，哎呀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老妈真的给我拿了个窝瓜吗？看看，嘎嘎辣，绝了！难道是？嗯，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哇，太爽了！哎，这里有惊喜，吃不吃？不吃。一会有你后悔的时候。嗯，小样还想忽悠我？那么点的窝瓜能有啥惊喜？哇，咋样？火鸡面好吃吧？好吃，太辣，爽。家人们啊，嗯，我们这次吃的这个火鸡面真的太适合学生党了，给你们看看。嗯，到手这么整整七大包啊，才只要9.9啊！而且它这个面条啊，劲道爽滑的，辣中啊带着一丝丝的甜啊，吃到嘴里是那个面条 QQ 弹弹的啊，特别的好吃啊！关键是，你像你晚上饿了馋了，然后你就可以泡上这么一包啊，拌上一包啊，香辣过瘾的，真的是太爽了啊！东西给你们放在视频下方小黄车啦，吃饱了吧？嗯。啊，哎呀，饱了，饱了，我可要看妈准备的了。哎呀，啥呀？打开我的小窝瓜，哇！